这是2007年，杨幂和陈坤一起合拍秋衣广告时的合影。那时的陈坤留着一头长发，又帅又有文艺气息，杨幂清纯靓丽，身材很好，看上去就像一个邻家小妹一样。当时的杨幂还资历尚浅，所以在面对陈坤的时候也是特别害羞，一直不敢和他对视。而陈坤则是一脸的慈父笑，最大程度地帮助杨幂顺利完成这次广告。